真的。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了，这个睡不好的人哦，这个精神也会不好，然后脑筋也会比较迟钝。对。那我那一天就是去医院身体检查嘛，然后就看到一个大妈，然后一直抓着医生说：“医生怎么办？我晚上都睡不着哎。”哦。然后医生就帮他输入病历，然后就边说：“那你属羊啊，这样子。”确实啊，因为属羊是很常听到嘛，有时候你那一只羊羊这样数数，也是真的就是会睡着。可是那大妈就回医生说：“医生。”可是我属猴哎，幽默啦，我觉得蛮幽默的。就是大妈可能就是因为每天在想这些冷笑话，所以脑筋动比较快，睡不着。有可能。哎呀，所以观众朋友，走到哪里你就可以睡到哪里的人呢，比较惹人厌，还是说啊，其实我睡觉前规矩一大堆的人更惹人厌呢？也奇怪哦，睡觉规矩一大堆啊，我是挡到你家 WiFi。